你热爱家庭，热爱生活，我也一样，所以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，我能给你一个给不了的温暖。你不用现在立刻回答我，但我希望你至少给我点时间，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，选择一个正确的人，一个真正可以陪你度过漫长一生的人。